常六加一特别节目，小不点大能耐闪亮登场了。小不点深藏大能耐，古灵精怪惹人爱，轮番上阵现童趣，合家欢乐笑开颜。这里不仅有精彩绝伦的才艺表演，还有生动温暖的家庭故事。想知道小不点们如何惊艳全场吗？节目中将为您逐一揭晓。分享他们的成长经历和有趣的故事，同时我们非常帮帮团的四位嘉宾啊，也会为小不点们加油打气。首先还是为大家介绍非常帮帮团的成员，我们欢迎教育专家卢琴老师，音乐人猫普洱茶，时尚魔术师邓楠子，歌手刘大成，欢迎四位我们的老朋友了。非常六加一特别节目由妈妈一选天然皂液冠名呈现，世上只有妈妈好，买妈妈一选上京东。好了，接下来我们就首先欢迎第一个小不点闪亮登场。大家好，我叫陈嘉禾，今年五岁了，我来自河南漯河，希望大家能喜欢我。啊，我们欢迎来自河南漯河的陈嘉禾小朋友，告诉大家，你的大能耐是什么？这次来到非常六加一，我想现场练一个大能耐。哎呀，宝贝儿，这来得及，能练出来吗？那你到底能够练成什么样的大能耐呀？管农姐姐，您猜猜我想练个什么大能耐？来猜猜，小西装，红红的礼节，有点那个小管家的意思。哎，我不知道这种感觉，那个包叔，你觉得怎么样？哎呀，我觉得他应该像个小歌唱家，这一定是将来想当这个歌唱家，对不对？不是，但是我能给你们唱两句，我给你们唱一个白龙马吧。好，来。往我这一指，什么妖魔鬼怪，我们这心里好紧张。不是当歌唱家是吧？大能耐，没猜对，没猜对。你告诉我们吧，我都着急死了。我想当个小花童，就是
结婚的时候就是在新郎新娘子前面撒花的那个小朋友，是不是？对呀，我特别想给新郎新娘撒花。哦，那你得具备这样的条件，你得有花啊，你得有花篮啊，是不是？你才能撒花呢。你有吗？有呀，我都带来了，等我一下，我去拿。啊，都带来了，你在哪儿呢？哎呦，这还真是哈，新鲜的花瓣，这就能当花童了吗？不行呀，你得有新娘新郎才行啊。管农姐姐，你来当新娘吧，让新郎把大钻戒送给你。那哪有大钻戒呀？你要有钻戒，我就考虑一下是不是去配合你当一个新娘子。哟，是那个姐姐手里拿的吗？这是你准备的大钻戒吗？能打开让姐姐看一下吗？哦，真是大钻戒。我刚才说什么来着？有钻戒好像就配合她当新娘子是吧？对。那也不行呀，你这结婚你知道光有新娘子不行，还得有谁呀？新郎。对，你要是能给我找着新郎，我就配合你一下。新郎？我看邓男子哥哥挺合适，你看他衣服都穿好了。这使不得，你知道吗？我怕那个另外那一半会削我，我老婆会削我，而且我最担心的是管彤姐姐家里那位会削我，很危险。没事儿，没事儿，这个你就放心大胆的去，我们保护你啊，我跟大双保护你。那我豁出去了啊。那行了，你看，我们应该怎么配合你？新娘子。新郎，都有了，咱们就开始呗。等一下，还少个司仪和证婚人呢。他还挺懂哈，那你来挑吧，谁当司仪，谁当证婚人。大成叔叔来当司仪，卢奶奶和包叔叔来当证婚人吧。哎呀，咱俩的任务还是很艰巨的。这你是看岁数大就当证婚人是吧？德高望重嘛。对，你看这真的是大能耐，是要当花童。你看对婚礼这一套门儿清。哎呀，那你看咱们大家都有安排了，咱们现在就开始婚礼吧。拿着你的这花篮，咱们准备撒吧。管彤姐姐已经等不及了。管彤姐姐，你还没换婚纱吗？哎呀，哎呀，这行头。我要换婚纱吗？是啊，哎，我觉得换婚纱有点麻烦哈，还耽误时间，要不然咱不换了，行吗？就这样吧。不行啊，不行，是不是？不要换，不怕耽误时间。那个不耽误时间，那个大家同意吗？我们等，是不是？观众朋友们，等不等？等，等，等。哎，你看我们都等，快换吧。那我就换去了，好不好？好。那个新郎不用换吗？新郎，你是要换新郎还是新郎要换衣服？换衣服也可以。那你自己去考虑。那我抓紧时间换一下，好不好？好。哎呦，我配合一下我们这个大能耐的小宝贝儿啊！来来，大家稍等我一下哈。姐，你先去啊，我在这儿主持一会儿啊。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步入非常六加一的婚礼现场。下面有请新郎新娘闪亮登场。各位来宾，各位亲朋好友，今天在非常六加一的舞台上，我们迎来了一对已婚的新人，他们面带尴尬的微笑，我们有请他们缓缓步入这婚礼的殿堂。新郎新娘终于来到了属于他们幸福的彼岸，看新娘花容月貌，人人向往，再过五彩金凤凰，再看新郎比阿兰德龙有魅力，比高霍尔茶体格棒。我得先问问新郎官，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很复杂呀，我要对电视机前的另外一半说啊，老婆，这个情节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啊。
请原谅我。请问新娘，您此时此刻什么样的心情？很激动，我特别想对电视机前我的爱人说，千万别生气，不是真的。好的，感谢二位新人完成了我们花童的心愿。下面有请新郎给新娘戴上结婚的戒指。对，我就是为了这个戒指才当这新娘子的。哇，这颗纯洁的钻戒。哎呀，你不要搞得这么像真的似的，好不好？不瞒你说，刚刚我俩在台下交流，我们各自结婚的时候还都没有办过婚礼。对，至少没有过过花童。那你们就当真吧。嗨，哎，对，我想问一下花童，接下来我们该干什么了？该表演节目了，新郎该给新娘表演节目。没问题，那你就先往旁边站一点，你看看我怎么表达爱意的啊！以后你可以学这一招啊。扑克牌，帮我拿着它好不好？好。好。我是要扔牌，随便位置喊停，好吗？好，停。停在这个位置以后呢，我们挑选一张牌。二，这张牌呢，请你在上面做个记号，签个名字吧。好。嗯。好。签上去以后呢，这是一个特别浪漫的魔术，需要非常有仪式感。我把签好名的这张方片二。折起来，咬住它，千万不要。我也挑一张牌，红桃圈，我们在红桃圈上面呢也签个名，同时也把它折好，放到我的嘴上，来看着我的眼睛，好像结婚的时候都有这么一个环节。还记得之前签名的方块二吗？出现在了我的嘴里。不可能，不可能。红桃圈上面有我的签名。我们一下。真的。难道是时空穿越了吗？刚才你们做什么了？我们做什么了？实话是吧？是不是镜头？我们做什么了？我们什么都没做。隔空接吻了一下。隔空接吻了一下。这两牌送给你做纪念，好不好？宝贝，我们现在可以了没有？仪式完成了吗？不是，他毕业的表演节目。哦，那这个好。他刚才跟我说了，他说让我要送给二位新人一首歌。嗯。意大利著名歌剧《插花女》的选段《饮酒歌》，好，送给二位新人。来，我们有请司仪。里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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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 sono sempre mi vi tutti solo fuori mi qui filone agnone ogni contendeva li vi amo amo e amo fra si cari si mio califa ti avrà Mi che qui l'ho neanche
大利歌剧。哎呦，接下来呢？我还有节目。你还有？花童还有节目。花童要表演节目哈，大家说好不好？好。好。来，让你站在舞台中间，好不好？我给你们朗诵一首诗。好。你还会朗诵诗呢？好，开始。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哎呀，谢谢我的宝贝，谢谢宝贝，我好感动啊，好暖心啊。我觉得他，我应该再结次婚把他请过去。对，谢谢我们的宝贝，是不是啊？谢谢谢谢。证婚人要说这个此次婚礼有效，礼成圆满。我宣布，此次婚礼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婚礼。好，让我们谢谢最可爱、最迷人的花童陈嘉和小朋友。谢谢我们。好，我们现在从婚礼现场又回到了我们非常六加一的访谈现场。你那个允许姐姐再穿一会儿婚纱好不好？好。好吗？你觉得姐姐穿上婚纱以后好看吗？好看。好看吗？哎，我觉得这个穿婚纱主持节目这感觉还真挺特别的哈。第一次，我得谢谢嘉禾小朋友让管彤姐姐有了这样的体验。那我一直有点好奇呢，你刚才说，你的大能耐是想练成一个小花童，你告诉大家为什么你想当小花童呢？当花童多帅呀！大实话，多帅呀！我真的觉得没人能帅过你去，是不是？经常有人夸你帅呀？都谁夸你帅？那可多了，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还有小猪、小鸡。等等，还有谁？还有谁？小猪、小鸡。小猪和小鸡？这哪儿的小猪和小鸡？你家里有小猪和小鸡吗？有呀，我姥姥姥爷养了。是吧？那他们怎么就夸你帅了呢？我早上喂他们的时候，他们冲着我叫，围着我转。这不就是夸我吗？哦，冲着你叫，围着你转，那你给大家学学小鸡宝贝怎么叫。咯咯咯，咯咯咯咯哒，咯咯咯咯哒。哎呦，那姐姐还想考考你，小鸡宝贝怎么睡觉的呢？我不和鸡一起睡觉，我哪知道它怎么睡觉呀？是哈。姐姐告诉你，她是站着睡觉的，会缩起一条腿来。你回家以后可以观察一下，好不好？好。哎呀，这宝贝太可爱了，又帅又可爱，而且童言无忌。今天在现场给大家留下了这么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在想啊，接下来你的大能耐表演环节一定会非常的精彩。告诉大家，你准备表演一个什么节目？我准备了一首《我的童年》。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下面这个表演环节，那就是小不点儿大能耐。
谢谢，演唱完毕，我们听听四位帮忙团成员的感受。我觉得这个咱们的节目哈、叫小不点大能耐，他真是个大能耐，他能让管彤和男子再结一次婚，你这能耐可真是不得了，大能耐。但是这是玩笑啊，最主要孩子在台上我觉得有一种特殊的气场，刚才他朗诵的那一段我还真是特别的感动，如果他在一个真正的婚礼上的话，他这样做我相信全场一定被他这个表现感动得一塌糊涂，所以我觉得我的爱心气球一定先给你，谢谢鲍叔叔。哎，不客气，到那时候郑坤人你接着找我好不好？谢谢。好，最后我们听听新郎本尊的感受吧。作为新郎本郎呢，我觉得首先我孩子这首诗我听过无数回了，今天第一次我在台上就有那种热泪盈眶的感觉，不管是不是真的结婚，我就听你朗诵那一瞬间我就觉得到位了。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这孩子上台之后啊，从头到脚让人觉得有规矩，坐有坐的样子，站有站的样子，说话很有条理，这看得出来爸爸妈妈在他身上花了很多的心思，教得非常非常好，所以我今天这个爱心气球呢送给你的爸爸妈妈。谢谢，谢谢邓男子。今天你的表演非常成功，你让我们大家真的又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做真正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让姐姐亲你一下好不好？好。红嘴唇上脸蛋了。来，去收集你的爱心气球吧。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非常六加一特别节目小不点儿大能耐，您可以关注央视非常六加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那里有详细的节目信息以及报名方式，期待着您家的小不点能够早一天登上我们的舞台展现风采。所有参与节目录制的小不点都将获得由妈妈一选天然皂液独家提供的精美礼物一份。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下一个小不点闪亮登场。管彤姐姐好。哎，你好，来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李彤彤，今年5岁了，我来自河南省淮阳县。我喜欢唱歌、唱戏、跳舞。今天站在非常六加一这个舞台上，我有个愿望。什么愿望呢？我想找个新爸爸。哇！哎呦，你看大家都觉得哦，好奇怪呀，为什么要找新爸爸呀？因为我爸爸妈妈工作特别忙，老不回家，一年回不来几次，也没法陪我玩，所以我不想要他了。哎呦，这个问题看来有点严重哈。那你先跟大家说说，你最近一次见到爸爸是什么时候啊？好长时候不见，都快忘了，好像是过年的时候吧。哎呦，那可不是，都大半年了哈，都没见着爸爸妈妈了，是不是啊？这么看来啊，确实有一点点不称职。那彤彤，你告诉大家，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爸爸呢？我想找一个帅气又能陪我玩的爸爸。那你觉得我们今天这个帮帮团嘉宾成员当中有没有符合你要求的呢？我感觉大成叔叔、包会茶叔叔、邓男子叔叔他们都挺帅的，那他们能陪我玩一些什么呢？哦，三个叔叔都挺帅，就看你们能不能陪我们宝贝玩起来。所以说你们各自说说吧，这个会陪我们宝贝玩点什么？谁包叔先说。哎呀，我这个能陪你玩的太多了。首先呢，包叔叔的家在大草原，我可以带你去大草原陪你看草原，陪你骑大马，给你烤羊肉串，请你吃手扒肉，你想吃什么肉咱们就吃什么肉。怎么样？骑马我是没骑过，还光想试试的。哎，但是吃肉我不喜欢。啊，不喜欢。哎呦，包叔叔，我看咱们两个还是过不到一块儿去。哎呀，早说我说吃菜了。没关系，那个我们这儿还有备选的人哈。那大成叔吧。我教你乐器，你看就像这个花，我拿着树叶，我教给你好不好？好。
是不是有点紧张了？不行，我不同意。我都没参加考试，你就让我不及格了？我起码得参加考试，对不对？哎呦，这不好意思，差点把你给忘了。我得有面试资格呀。我们那边已经合格了哈，那咱们要不要再让男子叔叔再展示一下？要。给他一个展现的机会，好不好？好。那个大成稍安勿躁哈，我们让男子也表现一下哈，好不好？来，有请。说实在，我觉得你这难度有点大。刚才我觉得大成的那个规格已经很高了。本来我觉得他输定了，结果后来把书页拿出来，我觉得哎呀，这个我得使上大招了。今天这样，通常呢，我魔术师是不会教别人怎么变魔术的。今天我教你一个魔术，好不好？好。好吧，尝试一下，有没有信心？有。好，来，请上道具。好，你站在我前面来，好，我站你后面。你不用动手，我就是你的双手，然后我教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就行了，好不好？好。好，首先说，我是世界上最厉害的魔术师。我是世界上最厉害的魔术师。我今天要给大家表演一个特别神奇的纸牌魔术。今天给大家表演一个特别神奇的纸牌魔术。特别神奇的纸牌魔术。不是死牌，是纸牌魔术。纸牌魔术。我们现在开始。我们现在开始。首先，这里有副普通的扑克牌。首先，这里有个普通的普通牌。现在，我想问一下我身旁的管彤姐姐。现在，我想问一问我身旁的管彤姐姐。你的记忆力好不好？你的记忆力好不好？还好吧。还好。那你能帮我记两张牌吗？那你能帮我记两张牌吗？好，看着管彤姐姐。好的。好，我随便拨牌。我随便拨牌。好，你就喊停。好，开始。停。好，记住这张牌，这是第一张，记住啊，对，记住啊，记住啊，看清楚。好，继续喊停。停。好，这里记住第二张牌。好，两张牌都记住了吗？那记住了。我说你问他。两张牌你都记住了吗？记住了。好，转过身来，接下来我要施一个魔法。接下来我要试一个魔法。施魔法之前，我需要用到我的两位助手。施魔法之前，我要用两个助手。有请两位助手。有请两位助手。好，请看我两个助手手里分别拿了两个信封。请看我两个助手拿了两个信封。里面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现在，请两位用口水把他们信封封起来，鼻涕也可以。鼻涕也可以。现在我要施魔法了。现在我要施魔法了。吹口气。我们把牌摊开。还记得之前是什么牌吗？可以告诉大家吗？一个是红桃三，一个是黑桃七。红桃三，仔细看一下这里面有没有红桃。有红桃，有方片三，但是没有红桃三，对吧？然后、哦、有梅花七，但是没有黑桃七。这副牌，这副牌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从来没离开过你们的视线，你们的视线。但是这两张牌，但是这两张牌我已经把它变到了，我已经把它变造了，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一个地方。远在天边，天边近在眼前的地方，近在眼前的地方。请两位助手把两个信封递给我。请两个助手把信封递给我。我先撕开第一个信封。我先撕开第一个信封。
刚才那张牌是红桃三。我再撕开第二个信封。黑桃七。你们喜欢这个魔术吗？好，他表演的好不好？好。好，他们都觉得你表演的特别好，所以接下来我要给你编一个特别的魔术，好不好？好，来，我也需要，我可以借用你的两位助手吗？能。好，你站在这边来。好，来，请两位。好，站好，两位助手，太棒了，非常专业啊！这稍微侧一点点，侧一点，好，特别好。今天我想问一下你，你跟谁一起来的？你爸爸是不是不在？是的。哦，那我今天给你变个特别的魔术，把你的爸爸变出来，好不好？真爸爸，好不好？好。好，你施个魔法。玛丽玛丽吼！好，他就是你的爸爸。爸爸，爸爸，呀，爸爸，嗯。呀，这个见面的方式好特别哈！来，爸爸妈妈，想问一下哈，你们在哪儿工作？可以这么长时间都没回家看宝贝呀？我们是在那个东莞一家电子厂工作。你跟他爸都是在东莞工作，是不是？对。你看今天就是这个借由我们时尚魔术师邓男子哥哥的表演，大变活人，把爸爸妈妈从遥远的东莞都变到我们现场来了，是不是啊？那我们再一次谢谢男子哥哥，好不好？谢谢邓男子哥哥。谢谢，谢谢男子，谢谢。哎呀，一家人团聚了，我觉得特别好，这个画面特别温馨。哎，现在就不需要再找爸爸了吧？不找了，不找了。不找了哈。哎，不对，还要找一个爸爸。你亲爸爸可在这儿呢，你还要再找个爸爸？怎么回事？因为还有一个妈妈，只缺了一个爸爸。我怎么有点懵了？这个他爸他妈，这宝贝说什么呢？我没听明白。什么还有一个妈妈，只缺一个爸爸？就是我们家宝贝从小是他姑姑带大的，哦，叫他姑姑也叫妈妈。啊，所以今天你是姑姑，也就是跟你一块儿养你长大的妈妈带你来的，是不是啊？是。那姑姑坐哪儿呢？妈妈坐哪儿呢？叫您姑姑妈妈吧。欢迎您，请坐，请坐。哎呦，现在我看她张口就说妈妈带我来的，您这个亲妈心里不吃醋吗？不会不会，因为我大姑子的话，把我小孩从五个月一直带到现在，我特别的感激她。个月，对，就由姑姑一手带大，对，对，那真的是相当于她自己的宝贝一样，替你尽了当妈妈的那份职责。对，所以她，在我心里面，她更像是我的婆婆，又是姐姐又像妈妈，是不是？是。但是我觉得也不是事，宝贝今年已经几岁了？五岁。五岁了，你看五个月长到五岁了。他这个童年岁月很快就过去了，爸爸妈妈们，我觉得你们应该抓紧这个宝贵的时间去陪伴宝贝。不知道在这方面你们有没有什么考虑，有没有什么设计和打算呀？我和那个彤彤的妈妈还有他大姑有在商量，就是说等彤彤上完幼儿园，我们就一起搬到广州去生活，然后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团聚了。对对，张彤彤在那里上小学。哦，那就是，那就太好了哈！是不是特别渴望赶紧到六岁和爸爸妈妈一家人团聚，是不是？是，我就想全家能团圆。看看，这才是宝贝的心里话哈。那刚刚你一上来就说我要找爸爸，我要找爸爸，现在自己的亲爸爸来了，可是你说你还要再找个爸爸，这是什么原因啊？姑姑没有老伴是吗？是的。真的呀？真的。对，就是在我小孩一岁多的时候，我大姑子
有人帮他介绍一个，就是我们北京的一个对象，嗯，条件各方面都非常的好，但是他为了照顾我们家彤彤，就是很少跟别人联系嘛，就一下子就散了，所以很多时候他都是为了彤彤。我们特别感谢我的姐姐。所以我觉得今天也是一个挺难得的机会，一方面你们一家三口哈很难得相聚，另一方面我觉得也是应该借由这样一个平台，让更多的观众见证你们对你们的姐姐说一声感谢的话，好不好？好，来，爸爸妈妈，咱们对台下的姐姐说。姐，你辛苦了，这一年一直在这么尽心尽责的照顾彤彤，我和彤彤的妈妈还有彤彤，谢谢你，姐，你辛苦了。大姑真的是特别不容易，我觉得接下来我知道彤彤今天来到我们非常六加一小不点大能耐的舞台，她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心愿，是不是？是。告诉大姑是什么？等回到淮阳，都给大姑找一个老伴儿。电视机前的叔叔们，如果你们愿意的话，记得联系我哟。得先过了我们宝贝这关，是不是？是的。你得给大姑好好把关哈，让大姑找一个好的老伴，然后陪着你们大家在一起幸福的生活一辈子，是不是？是的。真好，这是难得的一家亲情的团聚，我们也祝愿哈咱们一家人的那个团聚的梦想能够早一天到来，好不好？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下面这个表演环节，那就是小不点大能耐。表演了一段豫剧哈。是的。哎呀，真棒，真了不起。来听听四位帮忙团成员的感受。卢奶奶。哎呀，彤彤唱得真好，打扮起来也那么漂亮。今天你最让我感动的是你一直没有忘了自己的姑姑，是不是啊？是的。因为她把你算是养大的，父母生了你，她都用自己的精力把你养大了。我觉得你在你能上中央电视台这个大舞台的时候，一直想着自己的姑姑特别好。我想以后呢，你一定要不要忘了自己的姑姑，好不好？好。这叫养育之恩。而且我希望你把你的这个豫剧能够继续唱下去，给更多的人带来幸福快乐。把我的爱心气球送给你。谢谢，男主。彤彤，你刚才魔术变得非常好，你喜不喜欢魔术啊？喜欢。我今天不止给你变了一个魔术，我觉得如果你喜欢的话，我再给你制造一个跟家里人一起去开心的机会。叔叔呢，
做了一个全国的一个巡演，魔术巡演，叫惊天魔盗团。你拿着这张邀请函，到时候来找我，全家坐在最前面看我的魔术，好不好？好。另外，爱心气球也送给你们。谢谢大男主哥哥。好，也让我们掌声送给小朋友和你的全家人，期待着你们家能够早一天团聚在一起，好不好，宝贝？好。好，来，一起收集你的爱心气球吧。非常六加一特别节目《小不点儿大能耐》，由妈妈一选天然皂液冠名呈现。世上只有妈妈好，买妈妈一选上京东。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下一个小不点儿闪亮登场。婉彤姐姐好。哎，你好，来向大家先来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张欣瑶，今年五岁半，来自美丽的冰城葫芦岛，希望大家能喜欢我。张欣瑶小朋友，我发现你一上来手里就拿了这个一个小皇冠，是不是？是呀。这是要干什么呀？我要戴在我的头上，我爸爸会上来给我梳头发呀。哎呦，这个一般不都是化妆师造型师才能够给你梳一个漂亮的发型吗？我先看看嘉宾老师梳的头发好不好看。那我们要不要把三位叔叔请上来，让他们试一试？好，没问题。来，来，咱就都梳吧。嗯，来，看你连这个梳子都不要。你要洗头吗？啊，梳子啊，对对对。给我一个皮筋儿。啊，给一个皮筋儿。皮筋儿。嗯。啊，有了，这有了。我看欣瑶小朋友的这个表情现在好像有一点点紧张。这个左边包库尔查叔叔那个小辫是要干嘛呢？是个冲天辫吗？哎，对，最终还有一个要求呢，就是得把我们这个漂亮的装饰小王冠戴上才算你们把这个头梳完成。好，100分。来，宝贝，来一个360度转身，让大家看看你的前前后后。我好心疼我们这个漂亮的小姑娘啊，觉得还不如不梳呢。宝贝，你就别照镜子了，我怕那个你伤心，好不好？我觉得大成我俩这个说的还挺好，就是你这个有点给跌分了，丢分了，你知道吗？光看正面呢，你这怎么还说了后边说了几个呀？这后边还耷拉的。我不管怎么着，我们俩这个反正他有点乱七八糟，但是他乱的他还能看。现在的发型讲究自然。对，我们这是混搭呀。对，那咱们谢谢三位叔叔的热情参与，你觉得呢？好不好？好呀。啊，好，谢谢他们吧。我觉得行，挺简单的，但是梳起来不是那么简单。对，好像。对不起，婉彤姐姐，我怎么觉得刚才在梳的时候，男子哥哥怎么在后边，怎么像没梳呢？就是，今天这问题，姐姐必须帮你给他解决了，必须我们漂漂亮亮的展现给大家，好不好？但是我爸爸可以解决呀。你看是不是？咱们找一个能输的，好不好？来，三位叔叔，谢谢你们的参与哈。对不起啊，对不起，我们输了，我们输了。那个，你说谁能够给你把头发梳漂亮了？我爸爸。你的爸爸？我爸爸就在下边呢。哎呦，赶紧把宝贝的爸爸请上来，来，掌声欢迎上场。来，你好。帅气的爸爸哈！大家好，我是张欣瑶的爸爸。来，请坐。他爸，刚才那三位嘉宾一上场，给你急坏了吧？我们漂亮的这宝贝儿，这给我们梳的什么头啊？赶紧，爸爸给我们这个拆掉吧，咱们。好的。然后咱们让爸爸梳一个漂亮的小发型，好不好？梳的还可以，挺别致的。这个平常在家都是爸爸给你梳头吗？
是呀，我爸爸会给我梳各种各样的小辫子呢。是吧？哎，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好像在家里给宝贝姑娘梳头，一般都是妈妈来干这个活儿。那怎么家里是爸爸干呢？我跟他的妈妈吧，因为一些原因，在孩子3岁的时候就分开了，然后后来孩子一直都是我带，这些也都是后来现学的。哦，等于是一位单亲爸爸哈，自己带着宝贝姑娘哈。我看这个在姑娘的口中啊，对这个爸爸是赞誉有加。但我想你这刚开始带宝贝女儿的时候，难道没有特别粗心的时候呢？有啊，肯定有。有好几次都是我把孩子，那个已经都送到幼儿园了，然后才发现书包没带，书包忘在家里了。好家伙，这叫起个大早赶个晚集，是不是？好，我们看爸爸已经开始编那边那一侧的辫子了。其实我想，一个男人照顾一个女儿，确实是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在生活当中。对，肯定有。像给孩子洗澡的时候，他就挺不方便的。但是我觉得吧，最不方便的就是带孩子出去逛街。他想上厕所了，这个最不方便了。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带孩子去商场的时候，那天商场有活动，孩子就突然想上厕所了，然后人特别多嘛，厕所里面人都不断，我带孩子在厕所等了能有10分钟吧，然后孩子实在是憋不住了，我也是没有办法了，我就把孩子抱起来捂着他的脸就进了男厕所。你看，这真的是生活当中的实际问题哈，确实是很有点尴尬。对，而且现在一般在幼儿园呐、或者是小学啊，这个陪伴宝贝更多的一般都是妈妈，是不是？对，像是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一般都是孩子的妈妈带着出去的嘛。然后就我一个男的，他们聊的又都是女人的话题，我还没法插嘴，然后我又得陪着，然后就感觉挺尴尬的。好，这个爸爸现在在完成最后一道工序，是吧？好，来，爸爸这就算梳头完毕，是吧？来，宝贝，咱们再正儿八经的站起来，360度转身，给大家展现一下我们爸爸的这个发型，转一圈，慢慢的转，好看，好看，好漂亮。这一下我们三个大男人心服口服了吧？啊，不气了，不气了，啊，不气了。我们输了，但是我们也输了。在一个守口的爸爸下，这个人家就是孩子的这个妆发就这么美丽，是吧？我看我们宝贝现在，你看平常就是爸爸在家里给你梳头我们都不知道，今天是在舞台上，爸爸当着这么多观众的朋友的面给你梳了这么漂亮的头发，我们大家都特别佩服你的爸爸，觉得他很棒，感谢一下爸爸好不好？用一下你的方式。爸爸谢谢，我想给你唱首歌。好的。唱首什么歌呀？明天你好。好，来，掌声欢迎我们的宝贝唱一首明天你好。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从前边境往前的伙伴在今天祝福后的走散，只是那个夜晚我是深的都留藏在心坎，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哭我笑着奔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却提醒我勇敢是什么。
其实我想，我们三位嘉宾都是爸爸，都有女儿。虽然可能我们不会给女儿梳头，但是可能在家里也会有自己当好爸爸的一个表现，对不对？对呀。啊，我们看看大成在家里面，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好爸爸的特点是什么？我在家里面是他们的这个玩伴，先去玩，玩完以后再在外面吃，吃完回来，这是他们最喜欢的。哎，好多爸爸是有这一招。你爸怎样？我爸爸都是在家为我亲手做的，而且全是爱吃的菜呢。是吧？那你爸爸做的，你认为最好吃的菜是什么菜？炒西兰花、炒土豆丝、排骨、鸡爪。哇！我爸爸还陪我出去玩，还请我吃好吃的，还陪我做蛋糕。嗯，你是不是觉得爸爸心思特别细，很多你想要做的事情爸爸都能想到，是不是？这爸爸跟你一起画画呢，这是做蛋糕的事。哦，我觉得这个爸爸等于是又当爹又当妈，是不是？哈，是。但是我想你有没有在考虑过在宝宝成长的岁月当中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呢？这个的话目前近期肯定不会考虑的。嗯，至少在他成年以后吧。在他成年至少要到十八岁以后吗？对对对对，你是觉得？对对对。为什么会这么想呢？反正我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吧，我要是再重新找一个的话，我肯定要分出去一些心思一些精力来组织新的生活。然后这个孩子吧心思特别细，而且他那个心事也特别重，我担心就是会给他的心理造成或多或少的一些影响吧。我就想以后不希望他受到任何的委屈了。我觉得借此机会我们也请教一下卢奶奶吧，哈，您给一些建议好不好？单亲家庭呢，我们最担心的就是给孩子的不安全感。我觉得这个爸爸做得特别的好，你给了孩子一个安全感。但是我觉得呀，你脸上缺少一点快乐，可能就因为你觉得亏待了孩子，所以你一直带着一种紧张纠结的心情陪伴你的女儿。我觉得这可能是需要放下的，你脸上有了微笑，有了快乐，你女儿生活才能真正的幸福快乐，好不好？好，给你点小小的建议啊。谢谢卢老师。是啊，我想可能此时此刻很多朋友或多或少哈都能够感受到这位帅气的爸爸哈为了女儿健康的成长付出了很多，用出了很多的心思，也付出了很多的汗水，同时呢可能也牺牲了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无论如何都希望我们心瑶宝贝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好不好？好。也祝你和你的爸爸能够有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好不好？好。嗯，加油我的宝宝。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下面这个表演环节吧，那就是小不点儿大能耐。抱着你的时候，幸福和不安在我左右。面对将要改变的生活，我知道我要努力加油。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这模样好像在哪见过。当你轻轻站稳我额头，我知道你是我的传说。一闪一闪亮晶晶，你是我的小星星。我要你唱歌给我听，你要乖乖的别淘气。太阳爸爸我爱你，我会给你甜和蜜。你要珍惜你的身体，我们要永远幸福开心。
星星。我要你唱歌给我听，你要乖乖的别淘气。太阳爸爸我爱你，我会给你甜和蜜，你要珍惜你的身体，我们要永远幸福开心。好的春仙，我想再过十年，宝贝长成大姑娘的时候再来看，肯定记忆犹新。来，我们听听四位帮帮团成员的感受，咱们先请鲍叔。首先，我觉得孩子啊，特别的漂亮、聪明。刚才看着这个孩子跟爸爸的表演啊，觉得孩子特别幸福，但是我的心里总是特别的酸楚。从刚才您书法呀等等的表现和听您的故事，我觉得我特别佩服爸爸。但是我想说的是，我还是希望爸爸能尽快给孩子找个妈妈。相信你的善良一定会征服一颗善良的心。我觉得父爱和母爱的这种融合呀，才是最完美的，对孩子来说也是最幸福的。所以我的爱心气球送给宝贝儿，送给孩子的爸爸。好，来，我们听听男子哥哥的感受。刚才这段表演我仔细观察了爸爸和孩子之间的互动，我觉得两个人之间，小朋友其实很自然，然后爸爸其实有的时候他是在记动作，我能看得出来，但是他非常非常努力，这种陪伴、这种努力、这种执着的感觉就是让我特别感动。虽然他的动作也许不一定那么优美、那么的协调，但是他每一个动作都是爱，所以这个爱心气球送给你们。谢谢，希望我们的宝贝健康快乐的成长，也希望爸爸健康幸福，好不好？好，和爸爸去收集你的爱心气球吧。好吧。谢谢。所有参与节目录制的小不点都将获得由妈妈一选天然皂液独家提供的精美礼物一份。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下一组小不点闪亮登场。好，来转过身去向大家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大家好，我们来自安徽亳州的篮球宝贝组合。我是篮球宝贝樊安熙，今年六岁了。我是篮球宝贝甘一凡，今年七岁了。我喜欢篮球跳舞，我喜欢篮球画画，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哎呀，小姐妹一上场，你们小心翼翼的，还端着一个壶，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呀？是我们家乡的特产养生花茶。哎呦，一般说养生好像都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爷爷奶奶说我要养生，你们两个也就幼儿园刚毕业吧，这就开始养生了？嗯，对呀，管彤姐姐，你别看我们小，我们的童年生活和老年生活差不多。对，我们没事就喝喝茶、打打球，生活非常有规律。哎，这总结的倒是很到位哈。那这样，我们先来感受一下你们老年生活的其中一部分，就是现在端的这个养生花茶，好不好？好。我们能不能尝尝？好。嗯，不光我一个人尝，我们要请帮帮团的嘉宾老师也尝一下，好不好？好。好。来，给我们嘉宾老师上茶。樊彤姐姐给你。好，谢谢。慢一点啊，看着脚底下的路。包括茶叔叔给你。谢谢。卢奶奶给你。我叫邓男子叔叔啊，不客气啊。好，既然宝贝说了哈，我们对这个养生花茶特别的了解，也很喜欢，是不是？是。那你告诉大家，这养生花茶它有什么功效啊？这个茶能消暑去火、清肝明目，还能美容养颜。美容养颜，卢奶奶，您觉得味道如何？非常好，我最爱喝花茶了，每次喝完了都觉得眼睛看得亮亮的了。好了，刚刚我们的篮球宝贝说，我们两个现在的生活好像跟老年人生活有点相似哈。刚刚我们已经说到喝茶了，
另外一部分是什么呢？打打球，对不对？打什么球？打花式篮球。对，因为你们叫篮球宝贝组合，是不是？是。告诉大家为什么喜欢打篮球。打篮球帅呀，打篮球的动作帅。打篮球的动作帅啊，这得会打才能够谈到有帅动作呢。那你们俩猜猜看，我们这个非常帮帮团的几位嘉宾成员，尤其是三位叔叔，他们会不会打篮球？你们觉得他们会打吗？不会。不会。我觉得应该会吧。哎呀，两个姐妹的意见不统一，我们只能够现场来印证一下了。三位男同胞同意吗？没问题。来来，请三位组团上来。我会给篮球打气。我倒是以前打过球，是吧？对，我是个校队的。哎呦，你校队的呀？啊，哎呦，我校队的。那看来是遇到对手了。你是哪队的？我没队儿，没队。我是给篮球打气儿，打气队的。两个宝贝，有一句话叫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咱们先看看这两个叔叔他们篮球水平如何，好不好？好，来，让场地让出来。现场能力超强，行，号称校队的叔叔已经展现完毕。我怀疑你差点冲出去了哈，要再试一下吗？行，现在我觉得您咱是哪校队的呀？我驾校队的。我觉得他们的水平啊，可能也就这样了哈，该咱俩上了，好不好？好，来来，在舞台中间啊。好，你看看我们收球的这姿势，太专业了。这么一抱，对，专业，而且关键我们宝贝强调了，那就帅，是吧？来，我们看看评委席上唯一一位评委哈，卢奶奶，您给评判一下。当然是我们篮球宝贝最棒了。我觉得这个作为我们叔叔团，感觉这个首战就告负哈。哎，我没参加面试，怎么又把我排除在外了？你是说你还能够扳回败局是吗？当然没问题，他们玩篮球玩得好，我也玩篮球，但是我玩篮球的方式跟他们不一样。哦，请给我上一个桌子。好，这里有三个篮球，三个篮球随便指一个。指这个。好，这个。抱着它。好，另外两个我们用不到了，还给你们。好，扑克牌。我这样扔牌的时候，你随便喊停，好不好？好，随便喊停。好，停。好，这是一张方片圈，对吧？我们把它呢做个记号。好，把它撕下来，拿下来，上面这个角拿下来。对，好，这张牌我们用来做什么呢？有个特别的用处，把它插到整副牌的中间。我要做什么呢？现在大家看到这张牌是缺角的，对吧？是。然后呢，它在牌的正中间。一会儿我要在你把球抛起来的时候，我把牌弹出去，让这张缺角的牌直接粘在这个球的表面。哇！好。你不觉得神奇吗？神奇。神奇，好，来了啊！准备，三、二、一，抛。哎呀，都怪你没抛好。怎么办呢？这样，我告诉你啊，
当魔术师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想一个解决的办法。你想知道我今天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吗？不知道。好，导演组，我们可以对他实施一些解剖吗？听说我们导演组预算很高啊。哦，他会想吗？这是你们随便挑选的篮球，我还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呢。镜头千万不要离开。来，把里面缺了角的一张牌拿出来。是不是你刚才选的牌？是吗？来，把它拼上。完全不是。玩怎么样？都玩坏了。帅不帅？帅。服不服？服。好，我觉得挺服气的。是吧？哎呦，我悬着的一颗心啊终于落下来了。我们这个叔叔队哈、终于扳回一局，全是我们邓男子的功劳呀，掌声送给邓男子。男子赶紧回到嘉宾席喝喝茶、润润喉。不好意思啊，这个茶只能我先喝了。你们俩不能够回去，因为这个人家男子哥哥这个挣回了比分，帅气赢得了小朋友的这个福气，所以人家可以休息了，你们俩还得加加油。我想请教一下哈，我们两个宝贝能不能够教两个叔叔这个一个比较帅气的动作，可以让他们现场就会的。能哈，那你俩先给示范一下好不好？行，来，给大家表现一下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呢？交朋友的手势。是打篮球让你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是不是？来，预备，开始。哎，好，来，两位叔叔准备，哎，交朋友开始。你俩这哪是交朋友，我感觉要打架呀，好像还要转个身，转身。做错了。转身，错了，再转身。最后一个动作怎么着来着？严重犯规啊，撞人。撞成内伤了，你们俩都做错了。哎呀，这个撞成这样都还错的。我觉得哈，在短时间内，刚刚两个叔叔就比他们拍球的时候已经进步多了，你们觉得呢？是不是还比刚才进步了？是吧？是。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鼓励一下两位叔叔，好不好？好。啊，你给他们说一下加油好吗？加油！我们下去再好好练练。好，我们养生茶喝的太少了，对，记性不好。对，喝点养生茶，给自己补充一点能量，好不好？来，有请。今天我们篮球宝贝一上来就给我们大家展现了他们与众不同的一面，爱喝养生茶，爱运动，看似和老年朋友的生活有点相同，但是不一样的是，我们是青春朝气的成长的小朋友，我们多运动就能够少看电子产品，保护我们的眼睛，我们多喝一些养生茶就能够少喝一些饮料，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对不对？对。那希望通过你们在我们非常六加一小不点大能耐舞台上的展现，能够带动更多的小伙伴像你们一样让自己的身体健康成长，好不好？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下面这个重要的表演环节，那就是小不点大能耐。
呀，果然是帅气的篮球宝贝组合哈，打出了我们女孩子在篮球场上的这种风范哈。来，刚才这个篮球宝贝的这一段表演几乎都没有一点失误，我觉得非常了不起，为你们点赞，给你把这个爱心气球送给你们，谢谢。来，保护一下。哎，我说是篮球宝贝啊，技术强，养生花茶呀杯杯香，喝茶打球样样通，健康快乐向前冲，送给你们啊，爱心气球送给你们。包叔叔也正好到了养生的年龄了，多喝你们的养生茶啊，爱心气球送给你。好，谢谢谢谢我们篮球宝贝哈，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加油，好不好？好，好了，收集你们俩的爱心气球吧。谢谢包括谢谢叔叔，谢谢。亲爱的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非常六加一》特别节目《小不点儿大能耐》。节目进行到这里，本场节目当中的小不点儿们的大能耐已经展现完毕了。现在，让我们欢迎他们再一次登场。精彩表演，每一个宝贝都将获得由妈妈一选天然皂液独家提供的精美礼物一份。接下来就欢迎非常帮忙团的四位嘉宾把礼物送到小朋友们手中，也让我们祝愿小朋友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幸福到永远。好了，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说出我们节目的口号好不好？那就是小不点儿大能耐，一起来传递爱。感谢您的收看，下周见。非常六加一特别节目《小不点儿大能耐》闪亮登场了！小不点儿深藏大能耐，古灵精怪惹人爱，轮番上阵献童趣，阖家欢乐笑开颜。这里不仅有精彩绝伦的才艺表演，还有生动温暖的家庭故事，想知道小不点们如何惊艳全场吗？节目中将为您逐一揭晓。